普龙宫都无好听，普龙宫，所以应该是普龙宫啦，吼，应该叫叫普龙宫啦，对啦，应该就是普龙宫啦。啊，所以也是诙谐处理处理啊。是因啦。那如果弄到宫庙的一个说法，啊，你唔就讲这来地拜神，拢是普龙宫，普龙宫无正经咯。我以个人来跟你分享的是，坊间啊，我听过讲懒神宫啦。啊，但是咱就是把这社会新闻当作讲的会心一笑懒神，啊，里面摆大家拢是懒神，大家听听笑笑，日子好过就好了。想到普龙宫，我你想到啥？咱就会想到讲啊，这那叫起来那普龙宫安尼啊，吼。啊，叫虾米宫呢？哦，虾米宫啊，听起来呢吼，好像是去讲问讲啊，这是虾米宫安尼啊？啊，林老师嘞？啊，那是林老师嘞，安尼吼，感觉嘛是无介好啦。啊，哪个？安尼，哪会共骂感觉啊吼？啊，所以庙要好名吼，啊，让人好记、好听，啊，搁信仰人，当讲感觉即间庙有一种庄严、庄重的感觉安尼。啊，当时取的时候，那个有信徒跟那个门徒都问师傅说：“师傅，啊，你哪会好个普龙宫？”师傅就说：“因为他去造道济禅师，所以他就是有这个特色。”哎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！大家都会心一笑。嗯哼，哎，对。那如果说民众在跟你们讲，哎，你现在那叫普龙宫，你不介意嘛？没关系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因为我们也会笑一笑说啊，这是师父的圣言。对，师父的圣言，我们都能接受，因为这一段这个名字是师父那时候想说，因为是他的神龙，咱就是那个大师的这行龙嘛。所以他说，天下之间需要普度众生，所以才取了一个普龙宫这样子。当校友大也是会心一笑，根本就爱解说为什么会我取一个普龙宫啊？但是我们还是尊重师父的选择啦，一定有他的定义在。嘿，我们当下是这么想的。那我们这宫庙到现在大概成立多久？宫庙其实这个名字是12年了啊，但是我们搬来这里是去年的10月。那我们主要做哪些服务的部分？我们主要是星期六我们都有在开办神事，然后看有需求的信众可以来这边，请师傅帮他解一些迷津还是什么的。